其实呢，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啊，就是之前发微博也看到，我们是又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室。但是呢，这工作室一直收拾的乱七八糟的，因为我们手上的活比较忙，大家要看的视频也比较多，总感觉这个屋子里缺少点智能感。我们既然是做测评的，居然手里有这么多是吧相关的设备，这屋也太不智能了。这个活就交给你了，把它给我搞得智能一点。我没钱呢，预算无上限，我批了，去吧。OK OK。我头几场买了，后面没买。你看那个形式就不对了，可以做球了，开始。特别是这种那个要出现的，最后一场，第三轮吧，最后一场。很懂啊，大哥你。啊，没有，以前总是经常没事的时候，反正赌球这个东西要看，你要把个比分那个牌子分析一下，然后觉得可以下了再下。是。那你这还写个东东网关？这个月工资扣吗？另外这个跟这个插座只要在同一个回路上，就可以传递 WiFi 信号，它给你把电源线转换成了网线。OK， 咱们来看看小鹿同学都买了什么东西。首先呢，这有两个小音箱，这是我们之前就已经买的一个大号的，一个大号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爱 mini， 米家的感应夜灯，云台版智能摄像机，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看这下我们机器，顺便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空调伴侣，智能门窗传感器，温度湿度计，智能插座，智能家庭套装，它有一套，然后有一个多功能网关，然后也有一个无线开关，什么传感器也有一套。OK， 东西好像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面积也不是太大，我们就看看用这一套东西能组合出来一个什么智能的效果。这套东西下来大概1000出头的样子啊，不到1500块钱。我看不见了。老张，你信不信就这些东西，我半小时给他搞定。这么多东西半小时，吹牛逼吧你？我觉得至少得2小时。不信，咱计时看。好，开始了啊！现在，智能网关，整个郑家居的中心，这肯定是要最先安的。这个是需要插电的。等待连接中，请打开智能家庭 APP， 添加多功能网关。有点慢啊。连接成功。对，门窗传感器，还有这个小的。装这边啥声？咱不是这样装的啊？不是这样装的，不是吗？它装侧面了，哪有装正面的？啊？这夹两下不夹坏了？再靠边上一点，对吧？这儿，这个贴纸应该留出一个小扳手才对。大概这样。哎，它会响。下面咱先把这个空调伴侣给它装一下。完了，就它这每个都要这么等，我这30分钟完成不了啊。连接成功，成功了，兄弟，好慢啊！完成了，它不会每个都要更新吧？趁着它更新，咱先看看别的东西。温湿度传感器，房间温度是28度，湿度是62、61了。它这里面还是磁吸设置的，就是可以吸上去，要不然它可能会掉下来。就剩15分钟了吗？半小时已经过去15分钟了。我的天哪！哎呀，这个温湿度传感器一直也连不上那个空调伴侣，先看别的吧。这个门窗传感器，我们把它放在窗户上，万一有人是吧翻墙进来，万一把我们的小姐姐偷走了怎么办？好，然后我一开窗，这我智能插座，咱不管它有什么用，先插上再说。无线开关，咱们这个给它粘在巨龙的桌子上，让它有那种就是美国总统知道吧，办公桌都有一个什么一键发射导弹的那种。就剩6分钟了啊！小米米家智能摄像机云台版，5伏1啊，苹果的标准充电器。看着了吗？身高就是劣势。智能插座是一个 WiFi 版的，就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你往一个智能插座上又插了2个智能插座。先安上，安装完就算我赢，好吧？就可以。还有这个感应夜灯。好，你已经到时间了。果然吧，现在这边已经到这个晚启动1分钟啊，超时15秒。
哎，半小时你没装完。垃圾让巨龙自己收拾吧。咦，它亮了，先给它粘在卫生间门口。然后万一你说，比如说我们加班加的特别晚，然后还舍不得开灯，因为穷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亮灯的作用嘛，别在门口摔倒了什么的。人体传感器，给装在这边，然后因为它是这样检测嘛，然后再把这个台灯连上。巨龙日子过得很艰苦啊，滤芯都买不起了，终于把这些东西都安装完了。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就是挨个设置它，然后把它们联动起来，看看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OK， 现在呢小鹿是经过我的交代，已经把我这个小的办公间呢全部都加装上了小米的智能家居。 OK， 那么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现在我们手机上呢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我们装的智能家居呢已经全部联动上了。再给大家打一个表格啊，就是我们这个屋子里面现在装的所有的智能家居。 OK， 第一步呢咱们就从进门开始说。我们这一扇门上呢是装了一个门窗传感器。现在这个传感器呢我们是结合网关呢开启了警报的状态。我现在一开门，大家就能听到警报已经响了。你即便是关上呢它也不会再关掉。好，关掉。 OK， 就是在进门之前，比如说你出差了很长时间，你需要现在在手上把你的这个警戒先关掉。 OK， 现在进来呢咱们从大脑中心开始说。这里第一个就是网关，这个网关呢可以说是整套小米智能家居的一个大脑。它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有一个夜灯的功能。比如说晚上我已经出门走了是吧，但是突然忘记拿钥匙了，我不用再开灯直接回来，一有人经过它可以跟小夜灯一样是有一圈灯光的，它是一个白色灯光。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大脑，它最主要的智能家居的联动全部都要经过它，它是一个控制中心。第三个功能就是警报。第二个咱们要说的也可以说是我整个这套小米智能家居装完了之后觉得最实用的，这个空调伴侣真的是非常实用啊，直接让家里的这种老式空调变成了一个智能空调啊。其实原理也非常简单啊，它是一个插座转换器。这个呢就是要注意看看你家里的插线板上啊能不能有这个空间，因为有的家里呢它为了让这个空调整体美观把这个线给隐藏到后面了，如果要是插座离墙特别紧的话就再也插不上这个空调伴侣了。所以说如果在装房子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留出一点空余来，也可以直接购买一个这个智能的空调啊。小爱同学，小爱同学翻车了，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哎呀妈呀，终于答应了。小爱同学，开空调。没问题，空调已开启。小爱同学，小爱同学，调低一度空调。OK， 如果你没有小爱同学的话呢也可以在手机上用这个智能的控制中心来具体控制空调的温度。怎么让这个空调全部自动化，就需要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看着东西非常小啊，但其实功能还是挺强大的，它能监控你屋子里的温湿度。而且呢在手机上呢你可以设置成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的温度啊，只要一高于28度然后空调就会自动开启。如果要是低于24度然后空调就会关闭这个还是非常智能的，可以让不需要手机也不需要小爱同学让他自己开关空调。但是你在购买的时候啊，防坑指南来了，我们当时就吃亏了。当时呢以为啊这个带这个屏幕呢是吧，看着还是非常高级的但是它其实是不能和整套智能家居联动了。你在小米之家购买的时候是有两个温湿度传感器的，就是这两个。最好的状态啊是买两个，因为既能看到然后又能智能监控这个就有点鸡贼了，为什么不能坐在一起呢如果要是只买一个的话那就买这个它是可以跟智能家居联动的。这个只是一个竖显，让你能够最直观的看到你屋子里的情况。OK 现在呢是我们办公间的这一扇主窗户，这个我们模拟呢是你常开的一个窗户。我们设置的功能是只要一开启空调自动关闭。 OK 空调现在已经关了，我们现在把它关上，空调自动开启。
比如说你家里需要通风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把它关掉啊、只需要一开窗户它自己都关了。当然也多说一句，你可以再买一个这个门窗传感器，把它放在那种不常开的窗户上，因为这个门窗传感器呢还可以设置一个功能，就是警报，只要一打开超过1分钟，然后网关自动响警报，你的手机上面也会有提示啊、比如说看视频的小伙伴家里有那种大别墅是吧，大土豪，然后那种不常开的大窗户上面的那种，你可以把它上面全部都装上，因为你自己是不会开这种窗户的，只要有人开那肯定是家里被盗了，进小偷了，可以做一个警戒器吧。 OK， 到这边啊、就是我工作的一个小角落啊、其实搬了之后挺乱的，我也没怎么收拾。第一个先说一下这台灯啊，因为它老自己亮，就是我们下边这里装了一个人体传感器，我只要一坐在这儿，或者说办公室进人了，这个台灯就会自动打开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设置好了的，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成别的，比如说一有人过然后开空调。但是要吐槽一下，这个传感器相当相当的敏感，2-3米之外啊有人动它也会把这个台灯给打开。这一块呢最主要的就是小爱同学了，其实我们 OK，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连到了小爱同学上。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空气净化器，这个空气净化器呢其实也可以把它设置成自动的啊，就是米家里面呢有一个PM2.5 的家用的一个监测器，那个监测器呢是比较贵啊，300多块钱，当时我们在逛米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所以说就没买。我们这个是用小爱同学就可以控制，现在打开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我在，开启空气净化器。我们下面还有两个，这里有两个插座，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单独购买的，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两个插座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现在呢，小米这一整套智能家居系统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一个是 Zigbee 协议的，就是穿墙效果并不是太好；一个是 WiFi 协议的，它穿墙效果比较好。如果要是你家里比较大的话，建议你两个 Zigbee 的，或者说多上几个 WiFi 的，因为整个的效果呢就会好一些。这两个开关呢，我们分别控制的是总闸，还有一个我们的单独的音箱。比如说，我现在关了电脑了，想听会儿歌，那就可以开音箱。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我在。开启音箱。好的，音箱也开启。这个是音箱的电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总电闸。小爱同学。开启总电源。好的，插座已开启。 OK， 我的显示器，然后还有我电脑的笔记本的充电键盘，另外还有就是无线充电全部都已经开启了啊。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大的插线板啊，当然我不建议这样啊，因为有点不太安全，也暴露了现在这个小米智能家居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条指令只能对应一个具体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想让它开启总电闸是吧，那它只能开到这一个开关上面，一个插座上面的所有的连接的电器，比如说我的显示器，我电脑的充电，还有无线充。但是它不能设置成，比如说我开启总电闸就把空调也关掉，然后台灯也关掉，这个音箱也关掉，空气净化器也关掉，然后整个警戒也全部都关掉，这个是不能设置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通过后期来改进的啊。 OK， 具体的功能上呢，根据小爱同学的，你也可以单独的设置一些自己特殊的指令。打个比方，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哎，必须得温柔一点，我要回家了。没问题，为你关闭了一个总电源。他为什么自己突然加速了？很简单，其实就是设置一些同意的指令，比如说我要回家了，然后他就自动把总电源帮我关掉。我就说，小爱同学，哎，我要工作了。好的，为你打开了一个总电源。然后他就把我的总电源打开，这个时候我整个的这些电脑全部都有电了啊。其实这个还是非常简单，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些使用情况来进行具体的设置。说到这个开关呢，我们再说一句啊，就这里我们这个呢是原来房子的这个开关。其实呢小米之家呢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开关，就是 Zigbee 协议的智能开关
啊，它呢，其实跟普通开关是一样的，但是呢，可以跟整个智能家居那一套系统联动的，因为我们这是租的办公室，所以说就没法改造了，没法把它拆下来了。如果要是你家里面，装修，比如说你想从一开始就把它弄成一个比较智能的一个环境的话呢，建议你一开始就装那个开关，因为那个尺寸什么各方面啊，你都是还需要量好的。OK， 演示完了之后啊，除了这个小爱同学这个控制上面必须得温柔一点啊之外呢，还有几个吐槽的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这一套东西是我们花了巨长的时间，花了很久才把它设置好，它的稳定性在目前来说其实是不怎么样的。因为一开始呢，我们觉得安装上其实无非就是连接手机连接 WiFi 嘛，很快两个小时就能解决了，但其实搞了非常长的时间啊。它整个过程中每一个小东西都有可能出现连接上的问题，那就是比如说网关这个地方，连接各种具体的东西的时候经常有连接不上的时候，小爱同学的 APP 稳定性也非常差，经常有 bug。 另外再多说一句啊，在手机端我们现在用的是红米 Note 5来整个控制的，因为我们之前用小米8和 8SE， 小爱同学这边控制中心是完全连接不上的，就是一直有 bug 一直断连的情况。另外呢多说一句，就是小爱同学跟网关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呢像两个独立的大脑，他们都可以控制。小爱同学如果把它设置成一个总的中心的话呢，它是不可以控制网关的。另外我们外边呢还有一个摄像头，其实这个呢我们是随便装的，你也可以把它装在自己的孩子的房间，或者说自己的放了比较贵重物品的办公室之类的，都可以装上这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是带云台的，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连接之后它是可以看到实时画面的，而且有什么对讲啊、通话回看啊、什么也可以拍照啊之类的这些基础功能，这个也是可以加装到你的这个智能家居控制中心的。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这个在婴儿房里面啊，小孩的房间装一个。 OK， 我们人只要一走过，然后这个小夜灯呢就会亮。这功能呢其实还挺丰富的啊，它可以调节这个冷暖，还有一个冷色灯，然后里边呢是有电池的，你可以把它拆下来，它是三节的五号电池就可以了。这个灯呢就是放在卫生间，或者说门口，或者说放在你走路的这个走廊的这个地方，给老人这个房间备一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套简单的小米智能家居的使用情况。你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视频呢自己比如说寝室啊，或者说自己租的房间啊，或者说你买房子了自己装房子，参考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其实整个装完之后啊，我自己的感觉呢，除了这个空调伴侣啊，别的实用性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我在这中肯的说，有点这种极客玩具的这个意思。这么说吧，你想要这套东西给你的生活提升多少品质，我觉得并不明显。比如说我在家里突然喊小爱同学，你看他还不理我，这个敏感程度呢还不行啊，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对于这种数码极客玩家来说呢，搞这么一套挺炫的，确实还是非常炫的。另外在整个体验完之后呢，特别的感受还有另外两点。第一个就是成本，有些人说小米的这套智能家居哇非常便宜啊，是吧，也不贵，你这个几十块钱那个几十块钱装一套也不费了多少钱，我们这一套下来快接近2000了，因为又有什么空气净化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等你细节到某一个开关，比如说小的这种 Zigbee 或者 WiFi 的这种小开关，一个就49还是59啊，价格上呢你细想一下啊，单一个其实并不便宜，如果买整套的话呢好像不是特别贵。再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墙壁的开关，那个是149一个，如果你要家里面全装那个开关的话，哇那成本还是有点高的，普通的开关可能30-4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好的了。这个就是成本上其实并不便宜。第二个就是安装成本，也是成本啊，整个这一套你安装完了之后，包括调试，包括设置成一些你想要的功能，全部都调教好，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尤其是在这个稳定性不好的时候，还非常考验你的耐性啊。我们这一套这个手机都换了好几部，然后这个各网关啊、小爱同学啊这种联动又设置了好久，需要你单独花一块时间来鼓捣他们。OK， 这期的小米智能家居的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主要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我们所有的最新测评的视频还有我们的一些内容全部都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新。小白有品品质二手机商城也可以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进入，三天不留退货，180天的保修。广告还是要打的啊。对了，这期视频呢，我们将会送出一个礼物啊，就是米家的这套智能家庭礼盒装，这里边东西呢是有5个啊，基本上可以组一个简单的小的智能环境了啊。方法非常简单，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MTX， 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我们将会抽一个小伙伴送出智能家庭套装。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Champions City.